闪光少女又出新品了，姐妹们，迷你版的猛犸包，之前买一个的价格，现在到可以到手三个，两个的价格可以到手六个，而且它出了六种口味。先给你们吃这个，哇，好好吃啊！它里面夹了一整块巧克力，而且配料表还是很优秀，安佳奶酪、动物奶油、全麦粉，没有添加蔗糖。薄荷黑巧的，芝士奶黄的，抹茶的，抹茶里面也加一块熔岩巧克力。好好吃啊，声音拿起来了，它这个面包体吃的没有什么存在感，哇，巧克力是巧的，这个价格真的很合适，姐妹们，你们可以试试，一个的热量就二三百大卡。